360020左岁，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看的那个，就是张纣王，他说别人吹都不对，对吧？然后呢，不与纣王合，纣王又疑帝王，就是他又自己上了一份疑啊。这个疑呢，是在我们汉代的时候一个出题啊，比如非常著名的"揖让太常博士书"，不是说这个。就把这个太常博士给一让，而是有一种夷的文体啊，我用这个文体来干嘛呢？来让太常博士，就是这个刘歆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是吧？然后帝王怒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有这个世袭对吧？然后呢，这个武帝德必须姓。然后把这样的这个帝德和帝系呢编走，就会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地方。好，我们看看他上的这个张纣王上的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呢？他说"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就是说把舜和禹啊年龄拉得太长了，就简直跟人都对不上。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他的这个记载啊，说是他能推到多少年？好像是推到这个6000多岁，就是说这个从皇帝至元凤三年6000多岁，这很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皇帝时代的这个一般认知的。那更何况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3000多，可能也不太对啊，因为皇帝的时代，我们今天去看烛书纪年，大概也就是一个2000多，就是2600。就距离这个汉初的时候，应该就是2400到2600了。所以要拿这么长的年岁去说的话，那舜和禹可不就超过100年？就像今天尧的也是100年，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也很不合适。皇帝100年呢，确实是这个可以，但是你尧也100年，恐怕还是他在推牌上有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到后面可以。然后他说，纣王言华裔为天子代也。这个华裔呢，言是辅助了啊。他说的是这个伯益，就是伯益曾经代过禹，然后在禹在自己把这个位置，这个传给了他的这个亲信的这个启，就是他的儿子启。这些推牌的方式呢，都是在干什么呢？就是原本我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帝系。但是这个世系呢，我们排不了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说，把以前从没有加到这个王年当中的这些人加进来，说他有王年，然后就是对中国古史的一个新的发现。因此，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在排例子的时候就在干什么呀？就在怀疑历史，就在编造历史，就在层垒的叠造中国古史呢。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去理解，就是当时的阴历、鲁历、周历、颛顼历以及这里的太初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编定历法的时候，古人都在干什么呀？都在推夏商周断代工程。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早可以追到什么时候？最早可以追到太初历的编制时期啊。好。那这么说，大家就肯定就要说了，说你这说法也太逆天了，对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是95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吗？你怎么就推到了这个汉代？其实啊，这里呢主要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古代对于天文的这个推算啊，它只能依据于史料，因为你即便观测的再充分再到位，你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古代的这些文献当中有带有干支的记录。因此，拿这些带有干支的记录去倒推古代我们实际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推的这个历法还精不精准。注意啊，我说的是这个精准啊，就是它非常的精确，但是准不准确呢，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了。这个大家如果学过误差分析的话，都知道，准确的东西不一定精确，就是你看起来它特别的有道理。那这儿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既然说这些历法家都在做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什么我们断代工程没有用啊？因为啊，两种学术的研究范式不一样。古代的这些历法家呢，不论是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张寿王，还是落夏侯，对吧？然后甚至包括这个东汉编制四分历的时候，他们往里头加这个
就是这个磨灭算法等等这种。然后呢，再到这个唐代的伊行所著的《大衍历》啊，甚至是这个明代的朱载堉，自己在编定这个历法、进行律历通考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些工作，都体现出他们去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推法的玩命而去进行的这种推演和所做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核心不是排除王年如何，就是这个王如果不符合我的这种推算的话，我可以不考虑这个王。或者说，这个王年我推起来不像我这个样子，那我就可以不采信这种方式，不采信这种说法，而继续坚持我的方式。那类似的推导呢，我们在哪可以看见呢？姜小元老师，杜庸老师啊，还有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倪德卫先生，他们都使用的是这样类似的推法，就是以自己一套预设，然后去倒推古代的这种例子。这其实是在相关锻炼过程当中存在的一种推法，只是他们都使用的是更先进的，或者说更现代化的这种推算方式。但为什么锻炼过程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呢？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加我们这个周一的这个读简班，深入了解一下商周历史，然后呢，对于这个问题再有一些进一步的理解和思考。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什么？他说：“廉相公与一位天子，在阴沟间皆不可救出。”就是说，觉得这个骊山女是谁呢？骊山女就是挖，把女娲呢也加到这个商周之间啊，说是这个在商周之际的时候啊，曾经有这个女娲短暂的这个执政时期。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说啊，这不就是说那个什么周公是女人吗？对不对啊？就周公曾经。这个控制过我们的这个周朝初年的这个政治情况，周朝的这个事情都是由这个周公垫底，但其实周公不是这个男性，而是一位女性，这个在汉学界经常那个拿出来说啊，说这个很有问题，也是很有批判思维。很显然啊，搞历史我们不能这样，搞历史我们得有依据，对不对？你为了把自己的这个长历史当中再加入一个人啊，就加入这个在风陵渡口啊，曾经有过这个迹象啊，在骊山曾经铸币过的女人啊，我们的女娲，然后呢，你就把她加了进去，对吧？然后为了把自己的这个长历能推好，这显然是不合适。在中国古代总是这样不断的发现女性，然后呢，去强调这个女性在当时的这种高尚地位，我想还是偏离于我们现在对于性别史学的一个定义。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正好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说是这个，司马迁的这个妻子是谁？我们还在这个群里头进行了讨论。他就说这个司马迁的妻子呢叫这个柳倩娘啊，然后呢这个，为了这个司马迁是这个司马迁死后，然后这个书就被他保存着，然后呢藏之名山，然后呢他呢一直等到这个阳魂现的时候才把这个书给献上去，然后整整保留了20多年。故事听起来呢，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是很繁复啊，然后其次呢是很难宁，就是一个女人为什么要为一个男人这个样子，对不对？最后呢，我们一查发现啊，它就是一个韩城的民间故事，然后呢，在这个话剧当中，然后最后呢才到了我们的秦腔里。这种对于女性的这种重新发现呢，我想啊，它只是说就是把女性重新作为一个凝视的对象或者装点的部分。加入了中国历史，而这种发现呢，又显得我们近代以来的这种女权的这个斗争和努力非常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种就是古代发现一些女性这种材料的时候，恰恰又因为她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而看到古代男女的不平等，以及体会到我们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好，我们继续看，纣王立乃太史官阴历，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阴历为什么好呢？首先，它是山东菏泽曹县传下来的墨子的技术，对吧？然后呢，墨子呢，他们家呢又在亳的这个旧地，所以说这个地方传下来这个东西呢，它比较可靠。就是孔子虽然征引不到啊，这个阴历不足征引，名相不足征嘛，对吧？但是呢，墨子传下来这套东西，而且墨子自己呢精于推算，长于数理，所以说这套推法恐怕是没有什么。就至少从他的这个完备性上来说是很，因此近代以来的张汝舟先生和张文运先生基本上都是
使用那个阴历来进行整个的这个天文的推排。当然，还是那个说法啊，就是它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精密，或者说它这一整套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但不代表它就能够解释事实的真相。我们看到张汝舟先生他在那个推排的时候，虽然已经得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或者说贡献。那张威先生的有一些这个推算呢，我们会看到，他会把一些很奇怪的这种材料，比如说月子引进去，然后呢去说这个商的年特别的长，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推的话，那我觉得恐怕和这里的说这个骊山用人以为天子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他的推算更加的繁密，或者说让为了证明他的推算是对的，所以找到了一条材料，而月子这条材料很显然。应该是这个不太可靠，因为它是出自于《内书》的真理，不是原本的版权。我们继续看，纣王毁约，安得五家也？就是说，他这个纣王自己，张纣王自己觉得自己的礼很好，然后呢，但是呢，他的这个推法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增加的这个问题。有妄言，太初历亏四分，日之三。就他又说什么啊？又说了一个狂悖的话，说这个太初历推的不对啊，亏了这个四分，就是一天又四分之三，这个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啊，在表述一些观点的时候，一定不要和当时通行的，或者至少是院内主流的观点发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冲突和分歧，因为这个是不利于你的整个的这个表述的啊。当然，一个院如此。这个往上推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总是去做这个古代的校正的时候，一定得是比较温婉的去说，而不是一下就说，哎，你这个例从一开始就不对，这种说法你是没有办法和人形成比较好的这种商榷和交流。然后巽小于750分，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它每年那个小于啊，它是少了这个750分。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天文的这个就是这个三种历它的一些参数，这个我们到那个历历之下的时候大家讲到。然后你不阴阳不调，谓之乱世，就是说因为它差了这个一日的这个四分日之三，对吧？然后呢又去小于705分，这个是705，所以它的这个日子就总是排的不对。为什么这个小于和这个差一点会有对呢？就是如果说啊，你每一年他不给他制闰的话，就是不做这个闰月的话，有时候啊，你这个过年能到夏天去过年去，这个情况呢，在这个春秋经当中就有一例情况出现，这个我们后边就在这个律历志当中会讲到，这也就是古人为什么要做闰月这件事情，因为闰月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冬至在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而且每一年它的这个历数可以拿这个干支去推排。这个呢，李中林老师，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研究月度简它这个历日的老师都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阅读。还有像程少轩、郝建义老师。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和纣王立800担，就是说你赚那么多，你干的又少，整这么来那么合适。然后呢，我是大夫啊，服如衣，宋不祥之词，作妖言，乱之啊，就是说你首先挣那么多钱，对吧？然后呢，这个古之大夫呢都是服如衣啊，就是他们都穿的都比较素简啊，但是你呢却怎么样？你宋不祥之词啊，作妖言。一乱之徒，这种啊都不符合今日的常况。哎，不好意思，这个好像解释有点问题。这个他这个服如衣啊，应该说的是，他穿的是一些古制的衣服啊，就是他一定要去复返他的什么呀？他的这个阴历，对吧？他要复还阴历的话呢，就是违背周制，对吧？但是汉书呢，依据黄老又是不还周制的，对吧？所以说，他如果做这种自己是一个商人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想恐怕是不太合适，对吧？因此呢，他这种作为就为大家这个所不满。但是其实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张纣王他也在干什么呀？他也在改正朔易服色，对吧？然后呢，也在自己重新制定这个历日，这个定守民时，对吧？只是他的这个民时啊，不我们所接受的。然后呢，这个。这个，但是呢，他的这个上奏呢，曾经受到了这个许可，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纣王后不克，
13年下，就是它虽然那个利益呢为人所接受了一阵子，就是国家颁下了一阵子，但是呢，这个3年以后就结束，然后中古屋再何死，更是不合，就是他这个立法用了3年以后，发现他说自己这个邻里这也好那也好，其实也不行，然后呢就把他的那个人给下狱，然后他这个立法也就颁行了。但是呢，这个他自己呢，就总是觉得自己这个推法还是没啥问题，所以就有人就弹劾他说，应该把这个人给杀了，因为他一天到晚在这吆喝祸福。不过呢，这个皇帝呢，为了鼓励这个科学工作者进一步科学研究啊，所以就说，哎呀，中国，你要杀了他的话，那以后谁还敢献这个新的立法？对。然后，岁不更年，诽谤一身啊！但是你看，科学工作者一天到晚这个肚子都这种废话就多得很。就是皇上已经赦了你们，不杀你们，对吧？然后他一天到晚就说这个排除力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你这干什么？不合适，对不对？然后呢，敬请下帝啊，故立之本，变成天。然后呢，这里就讲的是，虽然说这个张寿王呢，他自己有一套立法，而且说自己这个推得很好，而且就说出了太初力存在的问题。但是啊，这3年时间呢，他没有利用好。这个有两种没有利用，一种就是确实跟天不合，这个是这个基础，就是你的根本是跟天确实有点不太密合。这可能和当时的这个地月或者说地球和太阳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有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人家太初力能行用那么多年是为啥？人家听话呀，对不对？但是你呢？你献上这个力以后呢，一天到晚就说别人咋评咋评，对吧？而且还有一天到晚奇装异服、争奇斗艳，这不合适，对吧？所以大家啊，当这个学术工作者就一定要注意。所以呢，一定要这个验知一先。然后呢，自汉一起进这个元凤6年，36岁，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个传抄的错误，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了。这个应该是从这个汉的这个元年，然后到这个元凤6年，一共是30年，就是这个太初元年，一共是30年啊，而是非兼并。这个30年为啥这么重要呢？同志们，我上一回讲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首先是这个光武帝刘秀啊，在自己30年的时候，人劝他去封禅，然后呢，这个。唐玄宗呢，也是在29年的时候改了，就是在开元29年的时候改了自己的这个年号为这个天宝，就是这种改制在古人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之前也讲了，就是王继他终于300年，而立法每一部立法它的这个余分啊，或者就是这种闰余和它这个日分啊，它的这个保证也就只能保证300，所以。0快300年的时候，它的误差一定会很大，所以一定要改历。这个就是为什么古人一定要不断的去进行这种历法的改革的原因。这个也是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对它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明末的时候，情况就非常的严重。上次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当时的学者，比如说像唐顺之，比如说像朱载堉，说一些这个当代的学者，石云里老师，然后呢这个楚荣辉老师，还有这个李亮老师，他们都是专门研究这个。大统历和这个崇祯历书的，尤其是崇祯历书在明代的经历，以及它成为西洋新法历书以后，在清代的。然后呢，关于这个他这个历谱的推算呢，推的最好的是这个季晨博士，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载他的这个博士论文专门就是推这个明末清初的理论。好，我们继续看看。30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30年非常重要。大家在读这个史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某些人到三十，某些皇帝在30年的时候，他自己会做的这种举动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至孝成事，刘向总六立，列是非，作古纪论，向子欣究其微妙，这个就挺好了，对吧？这个说这个30年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太初改历，对吧？但是没有把这个太初历改成了，但是呢，太初历有问题，对吧？这个能记下来，就说明那确实是有问题，而且这个东汉的这个官员啊，他们都是承认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成立的时候呢，刘向呢就曾经教授过六历，为什么呢？
还是我们还是要从文献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从这个汉文帝吧，哎，是文帝吧？废邪书律，对吧？然后呢，这个武帝的时候说这个朕甚远焉，对吧？都是这个文献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涌现，然后呢为大家所接受这样的事。所以说呢，在这种时候所造成的情况就是，你不仅能够看到一些新出现，还能够看到很多伪造的，但是告诉你它是古代的东西，然后出现，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的不留力，就是他不仅收到了其他的那些旧历啊，就是这个努力啊等等那些，他又收到一些推的不太好的，推的不太好的又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没造好，一个是没存好。没造好就是我新在那儿造的，但是没有把它造好。没存好就是我没有把它保存的特别的这个，但是我这个东西的话是真的。因此，总的来说，它是需要文献工作对它进行这个重新的这个推排和这个补缀的。那大家就会问了说，那现在有没有学者去较这个这个古今的这个律历啊？这个首先是我们那个西北大学高等研究院在研究这个历法，其次呢就是像那个陈美东先生。他也写过这个历代的这个律历制的校正，然后还有像这个陈九金老师和刘思源老师都做了这个24史的这个天文志和这个律历制里面的这种天象的这种考证，都是2023年的新书啊，你基本上总结了很多的前人成果，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基本上对这些地图的这个情况都进行了推排。而刘向呢，身为一个个人啊，然后他呢就能够领着一大班的人来去教书，也是非常厉害。而且各个这个领域的书籍教都很好。不过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我感觉到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刘向在我们这边不行啊，就是哎，我们学历史的，我们当时学中国史都是哎最牛的就是这个刘向、刘歆，对吧？没有刘向、刘歆的，哪有我们文献去？但是在我们这边，哎，老师居然说哎这个刘歆不行，三等力不行。那大家，我问问大家，为什么三等力？对吧？他懂了六历，列了是非，也就是说已经对各种历谱进行了比较，对吧？而且专门还写了这个古籍论，然后呢去了解一下其中那些深刻的奥秘。那刘歆如果在推的时候还推不成，那他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讲讲他的处境。首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自己去查一个词儿，然后呢在数据库里头查了一堆东西下来，然后最后发现自己不理不了。但是一看前人文章呢，比你用的材料虽然少，但是处理的反而很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他们是按照这些材料原本的这个演化逻辑去查询，而我们呢是按照他的这种词频，就是计算机的思维去查，而我们是不能理解计算机的思维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处理这些材料。同样，刘歆呢，他也不是按照这个六历的这个传抄顺序来进行这个整理的。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七略，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去比较异同，然后呢，如果这个字儿多的话，我就把这些多的字儿把它加进来，但是仍然要对它进行这种校，但是这种校的时候呢，它不去表明自己觉得哪一个对，而是把这些传信传疑的传下来，那这样的做法呢就很不利于立法，因为立法还需要你推的特别的繁密，然后呢，你只要把这个例推好了，然后什么放进去都一样。而不是说你告诉他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这就是数学思维和这个文献思维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老师才会说刘歆这个推的不行啊。然后他做了这个三统历解释，就是做了三统历以后呢，把它就常数排出来，排成了三统历组。你说《春秋》推法密钥法度数列，好，家人们，这又有问题了。他这个说的《春秋》就是《春秋经》啊，不是说这个就去推史书。他自己做这个三统历的依据呢，是太初历的推法，但是呢，他又用来去解释什么？又用来解释这个春秋经的问题。上回我们看到陆夏侯他自己可能这个数学很好，但是他可能不太识字，所以呢，你要说对于这个春秋的经义有非常深入的理解，我想恐怕对他要求过高了。所以在不懂春秋经的深意的时候，让他去推春秋当中的这种干支王年啊。恐怕是会出问题。同样，我想这个太初历在编年的时候也会出这种问题。当然，不是说太初历的这个当时如果推的好的话，
这就是不有这个亏四分日之三和去小于750分，他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确实是啊，你要拿这个太冲力去推这个吹牛精的话，恐怕还是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啊，春秋经应该用什么来推呢？春秋经应该用努力来推，对不对？人家本来就是高王鲁的地方，对不对？那你还要用其他的这种力度来推呢？然后呢，他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汉书》是这个说西汉的，所以就要说这个在作为西汉时期重要的一次改历史科学成就，他这个三统运动做得很好。非法密钥书烟，就是因为他推的特别的详密，所以我就把他这个传了下来。然后弗立春秋者，天时列人事而因天师，就是这里就讲到了春秋经的这种读法，就是我们读这个春秋经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人事是因天时而寻的，就是。天与人之间是互相之间有这个影响的，尤其是，最近经常他们说一种词叫做天人感应，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这曰民受天地之中与生，就是说民呢是受了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中和之气，然后呢才生了出来，就是这是由古代这种气论或者说物质的这种推导。然后，所谓命也，是故有礼仪动作威严之责。就是说，我们遵循气的道理，或者说遵循中的道理来去行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中气如此的，或者说是因为天意如此，所以我们循着我们的命。这种命呢有两种，一种是天自然为我们降的命，一种是圣人或者君子向我们所传的命。比如说，我们讲座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现在我不能坐着讲座，这不合适。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天告诉我，我要有我的威仪，对吧？我的这个动作呢，都是有这个规定，要有这个责，然后以定命。就说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行动啊，符合天命，符合天时。然后能者扬以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按照这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天的这种要求和启示来做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行为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让我们这个做对的，那当然可以取福啊；但是做得不好的，那就会取祸啊。所以就是我们总是对于这个自然这种神鬼啊有尊敬，或者说对于一些这个很老旧的规则、很繁复的规则有尊重。它的核心在于哪里呢？核心在于啊，如果它的审核足够的繁密，就会怎么样？就会使得我们犯错误的几率不断的减少。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就是中国古人对于这个德行的认识，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明明我现在我赶紧集中精力办坏事儿，对吧？然后赶紧这个也弄个坏事儿，那个也弄个坏事儿，明明是最有利于我的，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呢？因为。按照德行的道理来要求，可以让我很长久，而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获得短暂的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服从天命啊。这个讲的是这个读春秋经的办法。然后呢，所以怎么样，故列十二宫，请注意啊，这里这个非常重要。春秋是242年，这个242呢，它是一个回文数，就是你就相当于一二三二一。这样的一个数，这个在这个阮籍的这个诗文当中呢就有种写法，然后在女性的这个《哀江南赋》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数码，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下来聊一聊。这种这个数码呢，很显然呢是来自于《春秋经》的这个242，然后所谓的这个《春秋书大于》啊等等这些的说法，在这个魏晋南北朝都非常的盛行，当然。如果我们以这个《汉书》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推行来看的话，可能也与当时大家这个善读《汉书》有关。然后呢，他那个以阴阳治中啊，治其理啊，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取其中，理取其合啊。好，问题来了，为什么他这个阳中是春，而这个阴中是秋啊？
因为啊，我们这个时候的班例是在这个就是秋冬之际办的例，因为你要在这个冬至之前把你这个例去验一下，验的这个冬至的时候，你这个例确实好了才能去行，而不像这个以后呢，因为这个皇帝要去立他的这个祀首啊，所以说他把这个例都是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办的，当然也有一些班例的时候会学这种汉制。所以呢，要这个事取其中啊，理取其和，然后立树以润啊，正天地之中啊。因为啊，我们一般来说去看到的这一年啊，它其实是不满这个是比这个365多的，但是365又1/4，对吧？那月更是这个28还有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得给它干什么？得给它制润。制润的方式可以让它干什么呢？可以让它回环到中，就是它这个天和这个年，还有这个月，它的时间它确实会多一些。但是我们圣人可以在其中斟酌，然后呢，让这个时间再符合一天，就是我们自己所用的力去符合一天，然后以坐视后生，皆所以定命也。好，这个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章节了。说一金火相隔之卦，曰汤武折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推历法的书啊，还会这样叫，就说自己这个书叫什么？叫格象心书，就是说我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对应到就是易经当中的格卦，就是它这个7749的这个格卦。为什么要说这个汤武革命呢？汤武革命所对应的这个卦象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易经》当中的师卦，第二个就是《易经》当中的这个革卦。汤武革命呢，在这个西汉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是在汉景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黄生的人，他曾经跟这个另一个臣子去争这个汤武革命的问题，说这个。商汤这个取天下取得这么政，为什么这个武王要去克商呢？要去伐纣？然后呢，就说这个武王第二年就死，就说明他这绝对就是逆天了，对吧？他要是不逆天的话，第二年怎么会死？然后呢，当时这个汉景帝就做了一条这个政治真事啊，叫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也；为学者不言汤武革命，不为鱼。就是说，你吃肉的时候，你不吃这个马肝呢、我不会说你这个不得胃的。就像昨天315以后，以后大家吃东西不吃梅菜扣肉，对吧？这个不吃这个淀粉肠啊，我们不会觉得说你这个就是抗拒和我们一块社交，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里面有毒有害，对吧？为学者不言汤武革命，不为鱼啊。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不说汤武革命，不代表说你能力不行，你不懂，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汤武革命咱不能讲，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不能碰的话题。而汤武革命的核心呢，就在这个革卦，而且这个革也有更新的意思，所以说呢，它是一定是对应到那些历法家在重新对于整个的这个天地当中的这种数。进行重新参定，以使地数合于天数这样的一个举动，因此很多人就会以革卦作为自己这个历法书的开头。然后又曰：“治地明时，所以合人道也。”这个我是想到了那个冯格序里面说的那个“窜梁鸿于海去，去其伐明时”啊。哎，我忽然就感觉说，哎，好像那个治地者他们所说的那个明时和那个明时是对的，就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时间是这个圣用的时间，而是说能使用好历法这个时间，就是把它这种解释向更原始的方向。所以合人道的，然后周道既衰，幽王既丧，天资不能颁授，禄力不正啊！就是说到天子不能颁授，就是说这个周历就不好。其实周历不好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张平先生的这个说文表就可以看到。他自己是在什么呀？是在每一年的结尾的时候，整一个13月或者整一个14月，这种行为就不合适了，对吧？因为你去整这种13月、14月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造成干支互相之间不能连到一起，因为你要把那个月的这个推牌保证到跟那个干支能够对应，所以说他这种做法就不利于什么，就不利于他整个历程能够保存得很好。因此，这个西周大概这个257年，他这个历法就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正好这个
这个幽王他自己又没有处理好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跟这个申后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最后就造成了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最更大的这个问题。这个核心在哪里？核心在于啊，就是其实民众是不太知道你帝王将相在干什么，或者说他会有官吏这种官吏，然后官吏会讲给这个底下的人民听。就像我们看那个。康熙王朝里头有一段就说是这个吴三桂为啥要收这个山西人民的这个饷呢？就是说这个皇帝又娶了第六房姨太太啊，要给这个姨太太要这个花钱什么的，就这种就完全是这个地方官去给他这个讲的这种方式。同样的，当时的那些民众呢是不会做这种事，所以其实民众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国家有些问题，就是发现他所取的这个立法呀。它不能对应到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个就要解释一下这个关键词“藩属”。什么叫做“藩”？阴历里面的这个初一就叫“朔”，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日月它跟那个地球，对，日月和地球它是一条线，所以说呢，它呢就是一般来说看不到月亮。就是古人呢，他不像我们今天有这种路灯，当然大家如果在西大待着，这个路灯也不亮。但是呢，有这个路灯呢，它就造成我们啊看不到这个天上这个光体。但其实天上发光体呢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如果天上最大的那个发光体它不发光，人们就会觉得有一些问题。但是呢，立法的推排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哦，什么时候天体不发光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种朔，就是这个每月的这个开的。第二个呢，就是日食或者月食。所以般朔呢，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简单就这么讲。然后呢，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搬树搬的越来越不行，大家看天啊，然后呢种地啊，感觉越来越不好，就会对国家提出改革的需要。而如果你不能在民众需要的这个时间内啊，把这个改的立法重新制定好，那恐怕就会造成民众和你之间的巨大的对立和问题。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国史研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而不是再去重复那些民科们经常说的什么"王气终于300年"啊，这个300年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讲法是过于简化。然后我们看啊，这个"努力不正啊，以舜于一之岁为这个部首”，这个就是说如何去确定它的那个部首。部呢，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种它去进行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推排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一年是这个360左右四分之一嘛。但是古人打分数呢，可能才合适，尤其你还点二五这种，不太好算，所以它就会乘四，然后让它整个的这个数字呢变成一个整数，然后呢，他又会发现他自己之后除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他就不断的乘，不断的乘，不断的乘，所以就有我们现在看到他这个部首啊，然后什么这样的说法，由此呢就可以使得它的整个的这个数都是在整数的范围之内把它做出来，这其实是古人的一种数学的这种构建。然后，入春秋次11月啊，己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臣在身。这个说的是这个春秋经的这个11月啊，有己亥朔。然后呢，这个日食的这一天呢，是臣啊，但是呢，他却告说在这个身。这个臣呢，就是说他这个我们看这个孟康的说法，孟康就说是臣为斗见，就是说这个斗柄指到臣，然后就是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说，为什么又说是在臣，又说是在身？就是说这个在臣是这个斗见，然后呢，在身是干支。但其实这种解法我还有一些问题。他这个说的，这个臣宰呢，他说的是这个日月之会为臣。这个说的都是这个一种对于他这个臣在身的一种解释。然后这个而思立以为在见物啊，就是说他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这个见物，但是呢，他这个却说是在健身，这个就是互相之间有些问题。但其实呢，我们看，史书见海，然后呢，这个哀12年，亦以健身流火之月为见海，就是说。这个要么是在健身，要么是在健物，健虚。但是呢，书上写的确实什么，就是健害。
同样的，在这个 iPhone 12年的时候，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是这个健身牛火之月，但是它却没有减寒，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把这个冬天弄到夏天去。啊，所以这很显然就是他这个立法推的就不明了，而且人们在当时还这个而是怪蛇虫之不服也啊，就说在这个惊蛰的时候，这个一天到晚都看着周围飞虫，怎么回事？那你既然你的这个见太之月都已经在这个夏天了，对吧？那你往后再推一下你这个惊蛰，那当然每天都是这个蚊虫在乱飞啊。这个我们现在也。说在冬天能见到那个很多种蚊子，当时的情况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虫的情况是相反。然后呢，自蚊冬闰月不告暑，这个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闰月告朔的情况。就之前蚊冬之前，这个闰月都是会告朔，而且会明确的写这个月日的。但是在这个蚊冬之后呢，它就不告朔。然后至此百又余年，莫能正避暑。就是说，这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呀？体现的是这个鲁历的这个叫什么？就鲁历失效。鲁历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呢？这个其实我们去读一下《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就知道。这个《鲁周公世家》它里面排的这个常历呢，确实很好，而且和这个阴历之间看起来也很有关系。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使用时间可能也很长，就是我们总是去说这个帝王所颁的历有问题，比如说幽王的历有问题，但其实鲁历可能也有问题，所以在春秋经当中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之后的历法家都会把这个东西反反复复的强调，为什么要强调呢？就是在《汉书》里头写的，皇帝也没看，或者皇帝心里没学过，然后因此他以这个为话头来起他整个的这种改历就非常方便。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具备这种知识，所以我们就以为说他可能就讲的是把那个春秋那一段给复述过来，这个我想是不太合适的。我们还是要理解到古人当时的那个情况，按崔天远的话说叫以古事。故子贡欲去其看阳，孔子爱其礼嘛，而助其礼于春秋。这个说的是这个子贡听说人家告朔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这个闰的这一个月呢，他告朔是吧？告朔的时候呢，应该要去献这个羊。然后呢，子贡就说：“哎呀，老师，我觉得他把这个羊寄过去，然后如果你说这一年他没有发生这个朔，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日食，没有发生这个月食，那怎么那怎么办？你这个就是乱来了，或者说就是废了。”然后孔子说：“哎，不。”你爱的是这个羊，我爱的是礼呀，对不对？你说你为了省这点东西，把祖宗的这些成法都废了，对不对？那我们的整个的文明才如何的发展，如何进步？啊，当然，这个就是对这个孔子有一些过度演绎了。其实孔子他强调的这种，就是在祭礼的时候一定得有这个繁重的这种祭祀，它的核心在哪里？就是大家想，如果说你们这儿收成不好，你们还能进行祭祀吗？恐怕是不行，或者说你就简单的什么以水代酒啊，对吧？或者说是这个以菜代肉了，或者是整个什么豆腐，然后呢把它刻成这肉样，那就怎么样？那就说明你这个地方首先收成不好，就是你有浪费的权利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这个地方确实丰收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能收得上来这种祭，收得上来这种繁重的祭，而且告诉他是祭天，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对这个地方还有管辖的权利。所以说，这种古代的礼制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管制的这种性。我们一定要在读礼制的这种材料的时候注意，就是一个皇帝一定要复一个礼的时候，他不是真的为了复那个礼，对吧？就是周公当年怎么样，对吧？孔子当年怎么样，这其实不重要。它的核心在于你王安石啊，不对，我这应该是王安石说别人对吧？王安石说你们这些大臣，你们听不听我的？就是你们看不看我说的这个州官的这个心意？就是我对州官的定义，就是我认为州官当时的情况。你们要说我这个不对，就是你们不尊重。所以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大家确实不太尊重王安石，对吧？同样的，这种礼经也是这样，就是做这个礼的时候，首先是你要去征收这种。钱我，其次就是你确确实实的能对这里有这个掌控，就大家相信你说的他是对的。而这个经曰啊，冬十月朔啊，日有食之啊，请注意啊，这只有什么？这只有月。然后传曰，不输日啊，官失之也啊。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啊，日官居亲，以抵日礼啊，以抵日礼也。就说这个冬十月朔啊，日有食之，这个没有日。说明什么？说明他失守了，
这个是春秋经，当中就已经有啊传也对他进行了这个驳斥。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有这个制官，然后诸侯呢也有这个制度。这些日官日运呢，就是每天去排这个日谱，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定都得记上。这个呢，我想大家也能理解，就是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你搞这种东西确实搞不了。我记得小时候特别经常看到一个材料，就是说那个，有一个那个美国特别有钱的，还是说那个科学家，就是他那个被老师要求每天甩手300下。就是说这个一个月了，然后半个教室的还坚持，对吧？然后呢，这个半年了，然后呢，只有这个零星几个人还在坚持，然后一年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坚持。同样啊，这种日观和这个记，大家自己可以试一试，就记日记这种。除了像那个郭德纲先生，然后这个下来现在他们会不是去写啊，那其他的确实是很难坚持，所以这种日观他那个有时候记错一点，然后又没人当时的审查，其实很正常。但是在这里，春秋经要告诉大家道理，所以就会说这是这个官守这个失职。很多人拿这个来去讲胤禛，然后呢，尤其是在这个胤禛朝，胤禛就是这个雍正朝的时候讲这个胤禛，那你这首先你犯讳对吧？然后其次呢，你就是讲出他那个科学推算的不好，那雍正也只能说你这个尚书胤禛天是假的。当然这个就是错误。然后我们去看，这是一部诗日啊，以授百官于朝啊，言告朔等，就是说这个日运你要是这个每一天你都逐日的记着啊，记着天象，记着这个君所举，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给大家去颁布这个朔日，然后呢，元典历曰元，然后呢，这个说的就是他这个自己典历，然后呢，传曰元善治常禄。然后其养三德为善，就是说这个说的是，典吏官啊，或者说告朔官他们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因为就要去讲这个天圆地圆人圆了，所以在这里去讲说圆的这个重要性，是这些地方。就曰圆体之常理，合三气而为之圆。这个讲的就是那个圆的天体啊，天体。然后不曰圆，春三月，然后呢，每月戍王这个。元之三伏，三伏合于一元，故中元一而九三之一个九。这个就是说三伏历史造数。这个一元一就是我现在有个一，对吧？然后乘以什么来着？九三之就是这个三乘九变。这个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古代算术的说法。因为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老子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说是这个。三生万物，是以于九辰得三气，乃能诗化，故每天得三口之数，乘之，是为九三之法，得即19683。就是什么呀？就九三之就是三的九次方，就是这个19683。然后11三之以为十，这个说的是那个。三乘十一变啊，还是去孟康还是这样的去注了这个，然后十五法呢，也就是说再除以他的那个法，然后呢就能够得到这个黄钟的这个数值。黄钟数值是什么呢？黄钟数值是这个初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利率之首，这还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叫做黄钟为万事根本，阳之变，就然后呢阴而六以九为法。就这个书说的是他的那个法是多少？然后他的那个法是六以九，就是6×9=54。这个是他的那个明钟，就是黄钟是九，黄钟九次，然后呢明钟是54。然后初六女之首，阴之变也，皆三天两地之法。这个就说的是他的那个如何去配比这些他的那个九啊六啊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尝一下。然后在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天两地事情，因为这个是我导师屈安金教授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哎，对不起，今天讲了40分钟才讲2页，有点乱啊。但是这个确实得讲啊，这个三天两地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易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做"三天两地而已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三，然后呢这个同两。也就是这个参天同地，然后呢，最后就能够知道这个数这个规律，它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后面它的一个结果。
首先说，上生六而备之啊，下生八而损之，皆以九为法。然后呢，九六阴阳，呵护子午之道也。这个就是说是这些数值它的这个情况，就是每一个数它为什么生会什么死，都和它与天地之数的这种配比关系有关系。就是天数一，地数二，天数三，地数四，这样排下来到九到十，天数九，地数十，对吧？这些数值它在使用的时候都能够体现这种天地君臣父子的情。然后律取妻啊，而履生子啊，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女而十二行礼，这个上面的讲的就是十二律。然后五声清浊而十日行礼，这个是说，这个十二律，然后呢能够生这种五音，然后呢这个五声的这个清浊呢，可以对应出来这个十日的情况。这个十日呢，就是当时的这种旬的这种日子。我们这个还是著名黄罗去十天休假。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这个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天地之数的中数，天中是这个六，地中是中，然后天有六气啊，降生五味。天的这个六气呢，就是说的这个阴阳啊，风雨晦暑，这都是这个常见的天象。所以啊，我们去占这个太阴，就是我们去看那个月，对吧？我们去占阳，就是我们去看太阳。我们去这个后风，就是我们去看那个风。然后我们去这个余悸啊，就是鼻子后底下一个亏那个余悸啊，就是我们去这个后雨，对吧？然后呢，这个晦朔啊，就是我们去看晦明，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就是会有的这个元气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元气占，就是它里面所体现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很简单的这个气的，其实它体现的是汉代的时候它的祝福气。然后降生五味啊，就五味这些四五方这些东西，然后服五六的天地之中和，说天六地五，这都是天地的中枢，而民所受有生有啊，故日有六见啊，辰有五子，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日有这个六见，对吧？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去搬辰的时候发现了，其实只是有一个五个。那这个要涉及到我上个学期的一个扣分项了。我们上个学期有一个天文历法史，然后老师让我们去推那个干支，然后我已经把那个公元年都算出来了，而且他已经告诉我了我的那两个之间那个距离是多少。但是我以为那个公元年和那个干支年互相之间这个推派就是公元这个干支就是一个一个都配，其实不是啊。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六十甲子，它的这个干支并不是说两个互相之间都能配的。所以这个就讲说，它其实这个甲呢，就是有一个是没有的，就是这个为甲寅无啊，甲寅无子啊，就说甲寅是不存在，所以有甲辰、甲戌，但是没有甲寅。然后十一而天地之道立，就是讲说这个有十有一啊，就是有这个天数的开头和地数结尾啊，所以整个的天道是完备的，连诸而复始。太极中央元气，故为房中。就是说，有了这个房中九寸，它是这个真着实地啊。所以说呢，它就能够立这个太极中央，然后呢，而元气兴盛，因此就能够成为这个房中，而时以月啊，以其长次成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用房中九寸去这个立它整个天地之首，就是有这个以它的这个九寸自成，然后故八十一为日首，就是说。房中九寸，自成九九八十一，所以就以房中九寸八十一为日，所以生权衡阴阳。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次。然后礼乐是九九除以，就是礼乐就是由我们这个房中九寸九九八十一来确定。然后呢，经元乙一同始然后乙太极之首也，春秋二吕木岁。然后呢，以两仪周也，于春每月书王，以三节之同也，于四时虽无事，与数十日。然后以四象之节，十月见分至其地之分。这个有点这个太急了啊！就是刚刚那个上一页呢用了这个40分钟，这一页只用5分钟啊，有点快。这个说的是啥事儿呢？这个。我们这里看到的还是仍然把它的那个筒啊、圆啊这些东西都用起来，
然后其实呢，他还是去讲述这些顺差和那些那个义，以及一定要强调义和春秋是有关系。这个义和春秋的同参呢，现在在很多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关于朱载垕的研究啊，上回说了，王立新老师就是经常会讲述这个义和春秋为什么要同参。而且其实有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春秋经里面的这个义瞻呢，是有很多不符合这个当今的这种义瞻的，或者是不符合汉代义瞻。他的这些用义到底是怎么，就用周易是怎么用的周易啊？当然有人就会说这是连山易，这是归藏易，然后又发现连山归藏的文本，然后这个有一节跟这个相对应，然后就说恐怕还是值得讨论。大家发现历史细节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看那个东西的原点，但是。我们从其他书上看的，然后去思考它之间的这种区别和关系，由此就能够做很好的这种思考，对古人的理解能更进一分。然后义四象之节也，就是说他这个为什么要春秋经啊？即便四时没有事情，就春夏秋冬没有事情，也要去书它的时月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易经是这个四象之节。然后呢，时月与见分是其地之分，就是说你只有把那个月给裂开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什么呀？知道你的这个开闭，就是说你这个一年那个周时钟。这个起呢是和这个汉代的那个惊蛰的名称有关，汉代的惊蛰呢叫做启蛰，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启蛰就是这个开头。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已经那么久了，所以就不太知道了。然后以八卦之位，就说这个四时，然后对应四方，八卦之位啊，然后用这个八卦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二至二分，然后立夏、立春、立秋、立冬，这是用八个这个重要的定点，然后拿这个来去对应到八卦的位置，然后象是承办，然后以其凶象。然后朝聘会盟啊，义大业之本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黄钟九寸，然后81这种义数，就是易经的这个数值，然后来去做这些东西的推排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呢，它都和我们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节气，然后呢，对应成败，然后呢，这个会盟的时候，它所对应的大业。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易的那个注，大家有机会啊，易的传。然后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就是说易呢讲的是天道，然后春秋讲的是人道。如果你读春秋，你就能够知道怎么做人；如果你去读周易，你就知道怎么是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易和春秋这个道理。当然，这个也有这个汉代的这个五经这个排法。他的这种说法，就是因为他是易书诗里月春秋啊，所以他其实也是什么呀？也是跟我上面说那个启闭是一样，就是易为天始，对吧？春秋为地中，所以一个天始，一个地中，讲就是中枢，也就是那个十一。然后传曰：“归象也，是数矣。”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从这个易经，然后到春秋经了，对吧？易呢？这个归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去归它的凶吉啊，就是我们的这种算法，数的算法。然后呢，这个是呢是数啊，是呢一般来说认为它是这种占筮的这种筮，或者说是它所使用的算头啊，所以这个就是数。然后不生而后有象，就是说首先太阴太极是没有生，但是。物开始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象分别，就我们看到有不同这种象的分别。然后象而后有资，就是说，因为它有了一些确定的象以后呢，它就会怎么样？会错综，就是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叫错综。不同的象互相之间结合，于是就会有了更加繁复的数。比如说，我自己呢，可能是一个这个毛孩，但我同时呢，也是一个这个。传统文化的那个爱好者，然后我同时呢自己也学习这个天文历法，然后但我自己呢又是这个科学地质出身，这就是我有很多的分有的象，然后正是因为有这种分有的象，我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就实际的发展情况，因为我自己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嘛，然后呢互相之间就会融资，这个就是从人的这个思考当中来讲。同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学校也会有很多他自己的化学科的这种研究范式。
然后这些学科互相之间能够去碰撞，尤其是这个老师与老师之间这个组成伙伴、组成家庭，然后让这种学科互相之间可以错综的发展，这个就是所谓的向而后有资，然后资而后有术。好，同志们，你的这个思想，对吧？你在思考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很错乱不对，尤其是有时候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对吧？这个忽然间惊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个乱的已经不受控制。同样，学科的发展也是需要什么呀？也是需要一定的标准和这个制度，所以要有什么呀？要有术来规定它。所以术的重要性就是去总结和归纳之前项所知的那些东西。因此，达尔文是一个什么呀？达尔文不是一个数学家。为什么呢？因为达尔文总结了世间纷繁复杂的生物，认为生物是如何可以通过它的归纳发展。是故原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这个就又讲说这个易经的这个象传，然后它以及这个春秋的这个排法，然后它们是如何作为了三统的基础？就是大家不要看说它是说这个有象，然后有春秋，然后有三统。这个他这种排法一定是要告诉你就为什么他要这么排，或者说后面这个东西为什么跟前面的东西有关系。然后三统呢，因为是我们在这个两汉之际的时候确定的，然后先面是用段落到这个汉之际，所以说他就会以这个三统为这个最核心。然后三统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换成太初也很重要，就是他换成太初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写的太初易。然后同样呢，明代时候把这个三统换成大同也很重要，因为他要讲的就是易和春秋如何参悟到它的这个同理，这个大家要理解。然后四时四也，而何为时？就说一二三四加起来是多少？加起来是10。就是说他们这些如果互相之间能够加，或者互相之间能够这个错综的话，就能够让它有一个很完满的数字。这个还涉及到我们对于时的处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观察四时，静推三统啊，总结春秋，理解原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推力和思想一定要。为啥要这么观察四时？因为你力不可能一直和天的，肯定会有差别。所以说，还是要这个不要过于去你的成功和复现，然后从国体。然后以五啊，这个是影子，以五乘十，然后大衍之数理，这个就是说这个大衍之数怎么来。接下来呢，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关于大衍之数是怎么推排的这样一个说法。我不好意思，我拿点谈谈。好，这个大衍之数呢，它的核心就在于说它这个五十是怎么搞的啊？我们看看。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我的这个笔记纸，然后我就把它每一个当做一个那个试草。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大事。这个他说什么呀？他说五乘十，以五乘十是这个大衍之数的，大衍之数是五十，对吧？但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话什么呢？其实有49，对吧？哎，为什么这个大衍之数五十，你就只弄这个九呢？这个地方涉及到当时他是怎么样去讲这个故事。而道具其一，就是说，我现在手上要拿一个道，这个道具的其一，就是这个道在我手上，然后剩下的是49。家人们还记不记得革卦是《周易》里面第几卦？革卦是第几卦啊？第几卦？我听到有同学说啊，对，49，对，革卦就是49，所以说革卦和历法互相之间的关系非常深重。然后其余49所当用也，故是以为数，以象以养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什么呀？我把剩下这49，我就开始什么呀？我把它开始排到这儿，对吧？然后请注意，我要干什么呀？我要以象两，对不对？就是说把它要分成两摞。这个呢，具体情况我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曾仕强老师他推这个易经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拿一个，然后呢，其中49就可以，因为。把它分成两堆以后呢，就会开始对它进行这种就是同余式的这种算法，就是说我会不断的去分它，然后分它以后会发现每四次取的那些
那个值都是固定的，就是我第一次取是多少，第二次取只能是多少，第三次取只能是多少，都是这个两个数，所以它就体现出来古人算法一种精密。但其实呢，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然后呢就会得到的这种结果，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复杂的啊，但是推起来是非常这个不方便。我因为我这儿没有50个这个我的这个纸啊，但是呢，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情况，一定要知道就是。它这个一和这个49不是说在这胡来的，就是它一定是这个49是对应着革卦，然后它要去推义，或者说去推这个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数值的讲法。当然，大家也可以反驳我，不商榷。好，我们继续。然后呢，这个公式以为顺，然后呢以象领，然后两之又以象三，就是说分开以后呢，分开以后，现在不是分了两个卦嘛，对吧？这儿有两摞，对吧？然后我手上拿了一个，这是几个？这是三个，这叫卦一象三，就是我手上挂了一个。然后呢，这儿放了两摞，这个就象三了，卦一象三。然后三之又引象四，这个就是说我又开始对它这个一堆儿进行这个去分，然后把这个分开。然后最后就会变成四，然后呢，四之又归基啊，象顺19，就是最后你把它这个推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它会有这个19年这个七闰这样的情况，就是它会不断的就会胜，就不断的会有积零零，然后呢，己所聚一加之，因以再掏贬之，是为月份之时。就是说我们这个月法就是用我们这种是用我们这种就是大影这种推法来推的，然后呢，如日法则已。那这个时啊、法呀、啊、这些东西，就是它的这个除数。这个时就是除数，然后法就是这个，不是时就是对除数，然后呢法就是除数。然后则一月之日是啊，就这个时候我们算出来这个30天了。而三辰之会交，就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日月星三辰啊互相之间这个交汇。就是我们这个推出来这个三，是以能生吉凶，就是他们一般认为这个三辰交汇，就所谓三星，它就对应这个吉凶。然后古意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26，地数30，这个就是把那个1357和这个2468他们加起来，它会得到一个31265。然后凡天地之数16，此所以成变化而形鬼神也。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大衍之数，一个是天地之数。大衍之数50，天地之数56，所以天地之数是加和，大衍之数是50，而且。大眼之数要卦一以象两，卦一以象三，所以是其又46局。因此不存在说我们以前老说的那个大眼之数和天地之数互相之间含糊，但是后来的注解呢会有一些这个误解。比如说大家有时候说这个朱公啊，就是朱子，他就会有问题。这就是对于圣祖爷的圣训还是理解的不够到位。朱子人家一辈子住了40年时间的大学，四书章句集注的时候，人家哪有时间再把这些易经这种这个奇谈怪论这种东西，在一天到晚推的繁密？可以理解，对吧？所以他就会误解说，大衍之数和天地之数互相之间就是一个，但其实呢，这两个在汉书中这里都很明显分开的。然后是所以成变化而形鬼神也，并中数为19，这些加起来是这个。这个不是，是天数中数是多少？天数中数是9，对吧？地数中数是10，对吧？他们加起来是多少？加起来是19，所以19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里的象闰19，对吧？19年七闰这种闰法的依据。然后呢，一穷则变啊，故为闰。就是说，一到了这个19，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天地之数的结尾，对吧？然后呢，一到这个结，一到这个顶的时候，就是我们到这个飞龙在天的时候，就要亢龙有悔，就是我们又要把它给这个要更始，所以就会做它做的那个闰符，就是我们闰行。然后3天9两仪10视为会数，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交汇的会数。然后呢，3天数25两地数30，3天就是天数。然后两地就是地势，然后是为说望者啊，就是说为什么那个
说望月它是拿这个25和这个30来日推的，就是，然后呢，以会数同之啊，就是说拿这个30和这个25，然后则周于润旦冬至视为会月，就是说会月是27章的月，然后27章生月数，然后得朔旦冬至与岁数，就是说他为什么冬至月是多生的，就是怎么样乘法。然后九会而复原，就是刚这种会的九变呢，就会重新回到它的这个开头。这个是我们就是至润的孟母或者是。然后这又对应着什么呢？又对应着黄中初九之数。这个孟康柱就是大概做了我们这个推算，我们因为是主要是面向历史的同学，就做了一个进一步推算。啊，之后三总理给大家把这个再重新一次说。然后呢，经于四时，虽无事，必书十月。时所以记其弊啊，就是说我去排这个时间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去记其弊。刚说其弊是为什么叫其弊？是因为这个是起折的，所以起弊说的是24气，弊就是这个冬至的时候，整个的全部都结尾。对，然后呢，五星连珠这个合璧，所以它就叫做闭字。然后月所以记分支，就是说拿这个月相来干什么呢？来去记这个春分秋分，然后呢这个夏至冬至。为啥这个月相可以记这个春分秋分呢？因为三星所会呢，一般就是在春分点和秋分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冬夏的那个长度，不是。昼夜的长度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它都是在这个春分和秋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三星交合的时候。然后其弊者节也，然后分支者中也。就是说这个节气呢，它是这个节令；然后呢，这个二分二至呢，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立中见吉，就是它要去做这个度数的这个核心。就是我要给你告诉你，你一个立法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告诉你冬至点在哪里。夏至点在哪里？春分点在哪里？秋分点在哪里？而这个节呢，是你自己去形容。然后呢，节不必在其月啊，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就是说，这个节气呢，我可以把它在我这个推算的时候，它不要放到对的月。但是呢，我的这个中气啊，必须在什么？必须在对应的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治乱的一个原则。故传曰：先王之正始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于中，履端于始，序则不迁。然后举正于中，民则不惑；然后归于中，士则不废。这个就是说，他就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那个搬得很好？因为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搬得很好，就不会有这个违背，或者说不会有这个乱世的情况，对吧？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推得非常的合适，就会怎么样？民众就不会对于这个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产生疑惑。比如说夏至的时候，特别这个日影特别的长，对吧？日影特别的短，对吧？然后呢，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它甚至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消息到这个结尾，其实不是，其实就是太阳升到的最高点，然后就又要往南半球走，然后呢，这个春分秋分的时候有立鸡蛋，它那个鸡蛋会立起来，这种情况其实会对应到这个古代的一些意象，如果你去这样去对的话，告诉他这个春分秋分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这种意象奇怪。然后这个士则不废，就是说我只要把它整个的这个。24季，然后推好，然后整个一年都治好，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推法就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此圣王之重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润治好。然后以五味成会数，而朔旦冬至视为正月。这就是说如何去确定一个这个正月，我们把它的这个程度从五这样得到。然后这个四分月法为周至，是成月法。然后以其一成章月，视为周法，就这样就告诉你说这个月法是多少，周法是多少。然后参润法为周制，然后以成月法，以减周法而约之，则六韬之数。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大眼之柱的那个推法，就是你把它这个进行这个这种挂一拟像三挂一拟像的，然后呢你整个的去把它演一演，然后就是你自己把它这个分一分，然后呢最后就会得到那些日法啊、月法啊、周法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天文参数，但我们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是通过去推这个，是通过这个做这个大眼视法而来。所以说，这个就显示出我们古代这个历法，它的这个推算非常的那个合于易经，合于春秋，这个就是一种体现。然后一月之正早，其余七分，此中朔相穷之数。就是说，这个一月里面的闰的这个七分，这个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就是它会一个月的不满，然后剩了多少，然后再拿那个剩了多少，然后来去求它这个中朔。中朔呢，就是我们最后会看到的，就是他去求这个冬至的这个朔日。然后呢，如果说没有这个七分，就没有知道我们每个月会余这个七分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历法的观念。然后，这个视为闰月，然后年阴阳杂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成闰法。是为统岁，就这个就是说，统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拿这个日法乘以这个闰法。但其实日法和闰法都是我们刚刚拿那个非常复杂的那种推算然后去说的。这儿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都说中国那个十九年七闰这个莫东周期啊，是来自于这个，来自于什么呀？啊，张辉，十九年七闰来自于什么？莫东周期嘛，对吧？就有人说是来自于这个西方的。这个其实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把它拿周易装点的太好，所以大家看不到它原始的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个后素，所以说就不会知道它那个具体的那个情况。而且周易在现代人看来玄之又玄，所以这种打乱的方式就会让人觉得说好像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外人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整得非常的这个神神叨叨，以显得它是我们这儿的东西，这种情况也存在。像那个唐代的时候，这个大眼历它基本上就是继承自这个屈丹希达的这个九直历。然后呢，有人就说这个大眼写九直啊，你这给我大唐这么重要的这个国家的国法，你是抄别人的，怎么这不太合适？但其实呢，就是他这个推算还是有自己的进步的，而且有一些都是他这个自身的这种推算方式，所以你一定要说这个大眼历就从九直历完全抄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大眼在写九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首先把自己历法就叫大眼历，对吧？其次呢，他说自己的很多这种闰周啊、闰余啊，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这个，《周易》里头大眼是，就说明《易经》在古代是一种非常好的装饰材料。因为，《周易》里面它这种推法非常的玄妙，而且你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各种关系的搭接。因此，只要你把它搭的足够的好，就能够把它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他就经常作为戏剧中文的一个材料。好，话只能说这么多了。然后，三统是为这个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二统闰法。这就讲说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元岁，然后去做这个闰，然后呢，这个他这个闰法它是怎么使用的？接下来就又说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段落。这段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这个《汉书·吴用传》，对这个讲的特别的细。它讲的是这个三七之节气，百六阳九之灾厄。易九厄曰初入元，然后百六阳九次374，然后阳九易九。这个说的是这个三七之厄，百六阳九。这个有人就说这个应该是易阳九厄，而不是说这个易九厄，这样想偷个字。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孟康著说一传也，所谓阳初入元百六岁，无厄，就说阳初入元160岁，他就有这个灾了。然后呢，这个则乾元生余气，就是说因为乾元余的味儿太多了，所以说它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限制排160，而要在其中不断做闰。做闰就能够保证这160当中的这个气全部给化了。其余分为闰人，然后阴阳就九六七八百六等于374，六九八之数，就是6848，然后合为480岁，就说这个480岁怎么样？把它这个演好推好，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核心。
然后480两酒，就是说一，这个说的是这个养一酒，然后到两酒需要480，然后两酒到一酒需要374。然后这个720这个阴气，然后4720阳气。这些推法呢，有些人说是年长，有些人说是不是长，这个大家如果是可以自己去推一推。然后呢，4600阴，4600阳，这个就很整齐了，好像五就推的很准。然后4480，然后阴3，4480阳3，凡4617岁与一元之，这个说的是他的一个这个一元。然后呢，经岁4560，灾岁57，这个就是说，不仅有这个闰月，而且还会有这个正灾，所以说有这个灾呢也是很正。是以春秋曰始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礼。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后生。看，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是这个《周易》里头的这个一阳九。然后，但是在这里呢，又开始讲，又开始春秋经，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五代失利的时候，对于易算和这个春秋经的这种强调。然后，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是润硕，即时政，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生民之道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定得这个做这个告数，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推的就不清楚。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不告数润硕的话，就不正。然后呢，这样的话就不好这个敬寿于时。然后，故鲁西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这个就是他这一个春秋的又一个这个讽刺了，就是说你这个鲁西公的这个五年的时候，这个春王正月的这个辛亥这个朔，他记得叫日南至，而不是什么呀？你既然说他是朔了，对吧？但是你直接就说他是这个。硕就完了，是吧？但是呢，你仍然要怎么？仍然要这个试硕，就是你去看这个硕，就说明你觉得你这个推法就不对，是吧？所以登观台以望而书，然后礼，然后凡分至此地，必书云违背故里。就是说这个是他当时的这个这个君所举呢，居然被书了下来。然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要符合，然后呢，在每一个这个分置起立的时候，就一定要对它有这个观测或者是观察，然后呢，而且一定要把周围这些东西尽可能的详尽的记下。然后我们看，他说至昭20年2月，己丑日南至，时呢，这个就是这一天确实也是这个日南至，但是呢，这种写法呢都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说。所以他就会写成是南至，而不是这个朔，因为什么？因为至在非其日，就是我们放这个冬至的时候，没有在11月放了冬至，所以就只能说成是这个日南至。刚说那个夏至的时候怎么样？夏至的时候在北半球，对吧？然后离我们最近，所以这个叫日本至，就是我们的夏至。然后呢，日南至呢就是什么呀？日南至就是冬至这一天的一个。鬼影的市场，这个时刻的鬼影的市场，好，这个今天讲的大家能听进去吗？能听进去给我打个一。我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啊，今天人还挺多。都没听进去，哎呀，完蛋了！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拿这个数学公式给大家表示，这样的话。能大家理解一下好一些，因为我想的是，我们仍然用这个平行本，它自己纹那个字体，是我特别喜欢这种龙蛋的方体，而且颜色特别好，而且都没有打印，讲不太好，对不起。然后继续啊，这个子慎望风气而不正，然后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一天是南至呢？就是因为看这个气了，然后呢这个有气，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有实际情况。所以只能说它是那个日南至，然后呢，步履端于时也，然后故传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集于千里之初，日中之时，然后景最长，这个是说，
这个冬至日在牵牛出兔。刚我们之前我们第二次讲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冬至日在牵牛出兔。然后讲什么呀？讲这个冬至的时候怎么样？就你立一个圭表，在日中的时候，就是冬至这个时刻的时候，它的影子是最长的。然后呢，这个以此知其南至，就是用这个这一天的这个正午时刻的这个影长。是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一年当中最长的，然后由这个就可以判断出这一天是冬至，因此这个还需要一个做鬼漏的那个博士，对吧？然后以此证南这，然后斗纲之端，言贯有始，这个就需要大家有一些我们这个陕西地区的这个生活经验，就是我们说这个立法这个起算啊。不论是这个不刚见斗数啊，不是这个斗电数啊，还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拿24气做回它的这个立谱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是我们去拿12辰去卡定日月位置的这个情况啊，甚至是我们拿这个28宿去卡定日月位置的情况，它的核心都是要有一个起算点，而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斗纲，就是北斗这个斗勺，它指向的是这个牵牛。就是上面天床，下面牵牛，然后连贯影史，织女知己，就是从这个天床织女牵牛这个位置开始，然后从牵牛出兔开始起算，就牵牛之初，然后以期日月，故曰星己，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去计算，或者说从这种天象开始去计算，这就是星己。然后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12次。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斗见下为十二辰。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12辰的轮回？就12辰，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这儿就黄道的12宫。然后呢，当然这个科学家还是有一些曲的。然后呢，视其这个见而知其次，故曰至上路。就是说，我知道他斗勺所指的方向，这个。渐渐是，北斗这个斗勺它指的那个方向，然后就能知道它的这个顺次。电脑没电了，电脑没电了。知其见而守其次啊，所以就是我视其见而知其次，然后故曰至理上乎，就是。我知道它的这个度分，或者说我知道它走的这个位置，我就可以知道什么。我就可以知道，天行的情况，那我自己走到什么位置，是不是就能够知道我行的情况？所以就要依据天命来治理，来上路，这就是斗勺的这个道方。当然，有人就说这个斗勺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司南就是这个北斗，然后呢，把它去治理向路，然后做了一个什么？这个盘呢，有学者说就是司南的那个盘，就是我们的那个指南针，但我认为呢，这个盘应该是什么呀？应该就是那种六壬的巳卡，或者说太乙这种占筮卡，这个我觉得恐怕是比较符合道理。然后你再拿这个占筮盘去对应到很多我们古代的建筑，比如很著名的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我们的明堂、地宫，还有像我们的那。还有像我们的那个罗经石，对吧？我们换了个上题，家人们，我们继续。虽然你们听不懂，但是我还是要讲的意思。这个任务就是任务，兄弟。好，哎，好像看不到，而且这个也翻转。对对对。那就是讲到这儿，讲到行，讲到这儿吧，那。那个，我们那个电脑讲没电了，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儿了。大家有啥问题问啊？就是不要那个啥，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基础数学啊，没有什么难的。然后语文是比较复杂一点，对吧？要大家理解《易经》，这个确实比较复杂。大家有啥问的吗？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个人山人海的同学啊，好像也走得很快啊。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人，之前我们来了50多个人。很可惜，我讲的不好，我反思。对，大家还有问题没？没啥问题，我们今天还是花活动结束，大家记住这个。
咱们还可以啊，从17讲到了24。